今天咱们去给粉丝挑一只双血统的拉布拉多，一起去看一看吧。来，已经到这边了，他家养的拉布拉多都是双血统，特别的好。走吧，咱们一起进去看一看。哟，这不是阿仔会馆吗？阿仔。哎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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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也是来给粉丝选拉布拉多的。啊，太好了！怎么样，你挑了吗？你呢？一会儿好了的吧？四个八个哈。这已经挑过了，这里边。对对对，好是吧？四个。你看这个太高了，哇，这是头上不行。那不行，那这有伤。然后这个你放肯定不行。不行的。啊，你这些这个好点，我挑最好的在这里。你要哪一个？你先来的，让你。我先来了，我得先挑啊！对，你先挑一个，挑个看。我的粉丝想要公母犬，那真好。我的粉丝想要是公的，那不冲突啊？那不冲突。那行，那咱们来一起看一看。一起看一看。我看这个挺肥的，这还是公的。哎，这个是公的。对，你看这是。这个是母的。那个是母的。我们要正批，要比母的稍微大一点。是啊，那骨架更粗一点。对。相当不愧是双血统，双级别。那是不是看见好配？哦，高配就夸了是吧？我不是我要不想。对，那这两个就有点刺激。对，这两个嘴巴有点不够尖了，有点太尖了。这边是母犬，这两个里面，哦，这是个母犬。你看这一个就白一点，这个有点发黄。对。差一点的就不要差，要挑就挑好的。你挑公的，我挑个公的。怎么样？你这最近忙啊？天天不少发货吧？一天能发多少次？百十件。百十件？具体点多少？具体点。哎呦，你这全世界太大了吧？是不是？你知道怎么样？不到一千件。具体点？差不多吧，不相上下。对，主要是。可以拿视频，然后给粉丝带动注意。对对对，主要是靠养护它，靠也是啊，健康美容的，这是可以。我给粉丝搞了个母的，那我给他报个公的。我给粉丝报个可以。OK OK，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公的，骨架又粗，头板又好，绝对是当总公的料，非常高贵。行，那我们选好这一个。啊，我们改天有空坐一坐，一起坐一坐啊，一起探讨一下，好吧？行，好，那就先过去，好，好吧。